再走了，再走了。再近一点，让它好看一点。嗯。放到地上，给它拍一下。没有啊，反正放到那里面去了吧。上次你不是在那里拿吗？它这个轴啊，搁歪了啊。我们先摆动一下啊，安装的方法啊。轴弯了，这个也拆掉。这个，这个不用拆。就这样。对。这个不用拆。现在还有。这边摆动是歪的，啊。这样就是歪的，这里开口啊，螺丝松掉，这样松下来就行了，然后停掉。螺丝，这样就行了，再等快点啊，这样就行了，快点了，看了，那等会儿吧，这样。那个打完了，嗯，还有一个留下来了。哎，这个打好了吗？
开了，这肉来吃出来了，肉开出来了。肉来后来肉来进来的。